Bab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 to me. Between me and you, I feel like chemistry. 贼多人，贼多人，特别无敌多人。然后火烤又要火，需要火那个东西才可以烧。你好疼？不是。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是的，我回家了，没有了。今天呢，我要来环球影城玩一天，玩一天，玩一天。这是我的好朋友，你要入境吗？你要入境吗？我偶尔吧，偶尔吧，偶尔。好嘞。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去环球影城玩哈利波特，玩一堆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玩。今天呢，没有带 GoPro， 是的，今天没带 GoPro， 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吧，没有特别的恐怖，所以应该是可以拿手机记录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环球影城之旅吧。但是首先我现在要去的是 Harry Potter 的那个园区。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阳光明媚， Hello Kitty 就在这儿。然后呢，我们的攻略呢，就是先去玩上园区，玩完之后我们再去那个下园区那里玩。我们可以看到哈利波特在那儿，我们现在要直接往那走。现在呢，我们呢已经进入了我们叫什么哈利波特的园区，但贼多人，贼多人，特别无敌多人。赖扛扛来自第三视角，赖扛扛来自第三视角，赖扛扛来自第三视角。然后我打算待会我们要买的是 Butterbeer， 对，然后我们还要买那个衣服，那个哈利波特的衣服，因为我今天带了领带，然后准备要买那个衣服。然后就我们先玩第一个项目，哈利波特那个骑着扫帚飞的那个项目。文玩打抢链一，文玩打抢链一，文玩打抢链一，怎么说？几个字？两个字。然后呢？然后火烤又要火，需要火那个东西才可以烧。你好疼？不是，它是一个材质，它必须要有这个材质，它可以火，才可以烧起来的。那个木材差不多接近，但是黑色的，黑黑。正经一点，正经一点，正经一点。一个是 Tom and Jerry， 一个是洛和老鼠，不是，是黑马有人面面面的一个啊，米老鼠。然后还有一个是迪士尼的一个唐老鸭，对，米老鼠的唐老鸭，对。然后呢？啊，这是比格鲁的原型，比格鲁是什么玩意儿？我的狗。弄一下，史努比。Oh my god！ 各位给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现在终于准备要放包了，好吧？我们已经排了一堆，排了一个小时，终于到了门口，好吧？终于到了门口。如果大家来的话，买 fast pass 吧，别省这个钱了，买 fast pass 吧。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忠告。又开始了他的巅峰之路，又开始了他的巅峰之路。在这个无聊的等待期间，给大家唱一首《穷叉叉》，怎么唱来着？啊，什么？啊，穷你叉叉抢日出，啊，你叉叉抢日出，穷哈哈抢日落，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Sorry Sorry。我的扫帚只用来清理垃圾堆，什么时是快乐星球？穷叉叉。是的，我已经被逼疯了，谢谢。
请不要理他，病得不轻呢。When I wake up, I feel cozy, yeah. Can you hold up? Don't need no coffee yet. Got no makeup. How do you look so fine?Bless up, how did I make you mine? Stay a minute, another minute. Hello, 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视觉感受如何呢？很牛啊，是吧？很牛。然后现在呢，我们想要买那个黄油啤酒，但不是真正的啤酒。但我们现在要去买的是那件衣服。衣服是在这边。衣服在哪儿？又开启了迷路模式。这里是吗？这里是吗？哦，在这儿，在这儿。名场面混乱。好了，我找到了。哦，这个发圈好好看，你看这个 scrunchie， 真绝，好溜啊，绝绝！哇，这个旗袍，这个好美啊！我天，我给你拍，各位好。把手机给你。妈呀，这真是六一百多，不买了。行，好重啊，这玩意儿。帅帅的，是哇，好好看。有镜子吗？我要试镜。是不是很好看？好好看，你买一个吧，姐。真的好好看，好好看，全身定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哇，贼了，绝了！今天就是哈利波特了。各位，现在我们正在买我们的 Butter Beer， 就是非常有名的哈利波特必来买的这个叫黄油啤酒。耶，我已经买到了我的服装，我已经没钱了，好吧。这是我们的吗？Hello， 现在呢我们已经买完我们的 Butter Beer， 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来来，完美。哇，好多人，现在我们要玩辛普森的一家，辛普森的一家，一堆人，好吧，大家一堆人，好热啊。我这个是 Simpson， 这个非常预言家啊，预言家啊。我现在要喝，超好。哇，好好喝，真香打脸。这个有点像那种 vanilla 的那种感觉。对对，你好，我再去，我一会儿再去咱给咱买一个。哦，回去再回来玩完了再，反正你还得经过这里。现在我们在等的是 Simpson 的一家，然后我们要等70分钟。经过我们看到的战略呢，我们决定要去下园区玩那个激流勇进，还有那个木乃伊。因为呢，刚才那里要等70分钟，所以呢，我们想着这个要快嘛，然后要快速一点，我们就准备要来下园区玩，玩累了再去那个什么，再上来。上来的是比较儿童，对，都是视觉效果。前方开水壶。
很紧张。这一次我不录了啦。哪个是我们的？看到了，这个。你拍下来。闭的。我在拍手，好家伙，我在拍手，我在拍手，我在拍手。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现在还在排队，我们要排一个小时的队。是的，大家一定要买 fast pass。最终的警告就是买 fast pass。大家，这是我们的侏罗纪。这个侏罗纪是他们新弄的，因为之前那个是旧的嘛，然后他们改了格局，改了格局。各位，我们要上来了。吃点东西，因为已经四点了。我们玩了多少个项目？几个？能有五六个吧？哪有吧 ？Harry Potter， 然后三个，四个，妈咪四个，对。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去吃那个小黄人的餐厅打卡一下，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反正我们就是吃遍整个环球影城。今天走起。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完我们的小东西了。吃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观光的。
的那个，那个一定要去看，大家就是每一次来，对，那个是好莱坞经典，因为这本来就是好莱坞的主打嘛，然后拍的戏啊，拍的电影啊，一些很著名的电影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一定要去看，而且它很多新的东西出现，大家 go go go。 现在呢已经是快4:30了，然后呢你知道吧，现在已经，哇哦，这山火吗？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有浓烟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玩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就是一定要看好这个表，看好，因为它最后的一程可能是6点或者是5点，就看你当时去的那个时间段。然后今天的话呢，最后的一程是6:15的车，所以一定要看好末班车。如果你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所以一定一定要看好时间。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un is up, it's a beautiful day. My beginning will be as bright as the sun. Come, won't you come along? It's just something you don't see. And it feels so bright, it's like luck is raining on me. Go and follow your heart.What's up, everybody? 现在呢，我们已经玩完我们的 Harry Potter，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又要吃东西了。是的，我的炸鸡，我心心爱爱的炸鸡，我这个买的是那个小孩的 chicken， 对，毕竟我也还是个小孩。是的，开吃了啊，各位，先吃一口。好干啊。Hello， 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完我们要吃的东西了，然后最后彩蛋，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舞蹈给大家看。反正呢今天呢就是完美的一天，完美的一天，又吃又喝又玩的，还买了自己喜爱的衣服，不错，完美的一天。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订阅我，然后给我点赞，然后下一次再见吧，拜拜。